跟我说我们社考了99分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诧异吧。但是呢，也是从来都没有诧异啊。大家看过那个《Sex of Masters》的第二季的这个预告了吗？从来都没有意料，就是没有意料之外，就是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对吧？好吧，虽然我们的句子是选择了100句啊，这个句子呢，可能整个笔记中的句子有非常非常的多哈，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抽取的方式，那可能也是代表了你的整个。阶段的掌握情况，好吧，大家可以用这个 Devil 和 Michelle 两位同学，对吧，作为一个标榜，你看他们做的是不是非常不错？好了，如果是视频的学习者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笔记中那个测试卷啊，不要看右边的答案，然后你看一下自己能够获得多少分数，也跟其他同学啊来做个对比，好吧？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首先呢，同学们，你们复习了吗？OK，如果你已经复习了，please line up，come on guys，come on，来爬到麦上来。今天晚上我们有 Sophia 同学啊，跟老师来产生这个来进行这个测试，看看他获得的结果怎么样，好吧？到时候我们会在分数会在这个群里面进行公示，而且特别刚才我在我的 QQ 的这个微博啊，包括腾讯和这个腾讯啊，还有这个新浪啊，还有这个说说里面啊，都给大家就展示了一下。等一下下课的时候，Devil 和 Michelle 可以到里面去互动一下啊。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这个就进入这个复习的环节了。只有 Stephen 同学一个同学吗？OK，那下面时间我们第一个开始啊，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啊？OK，What do you mean？好，下一个词叫做我昨天在大街上见到我的老朋友 Tom 了，记住是指一种偶然遇见的意思哦。然后你再说一下，哎呦，他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啊，还跟以前一样。知道怎么表述吗？来吧。No, he 不可能使用 haven't，应该使用 hasn't，对不对？He hasn't changed a lot。你看这个句子被说出来吗？所以非常简单，I met with Tom, my old friend Tom，对吧？Yesterday, in the street，yesterday in the street。然后我们就说啊，he hasn't changed much，或者是 a lot。OK，啊，下面的句子就是把那个钥匙给他啊，他又不是个孩子了。Give her the key. He isn't key. 哇塞，什么情况啊？这是？前面说是 her，然后你。然后你后面把它变成 he 了，这是不是有毛病了？是，she's not a baby，对吧？Give her the key，she's not a baby。其实指的是 she is not a baby anymore。其实后面可以加 anymore，any longer 都是一样的意思。OK，下面我们去看一下哈，这个句子叫做现在几点啊？OK，这个星期天你打算做什么呀？这星期天要做什么啊？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星期天的 Sunday。哦，好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pause，会有这么多的停顿，对吧？What are you gonna do this Sunday？对吧？非常简单，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了哈，这是一个固定的表述哈。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就是，你不能够想拿什么，对吧？想得到什么就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该怎么说呢？You cannot say whatever you want. 嗯，好，不错。好，下面时间这个 devil，来 devil 告诉老师，第一个句子叫做。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Come on。Sorry,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it mean? OK，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我这么早啊，到不了家。I can't get home early. I can't get home so early. 对，I can't get home so early。下面一个句子叫做，
你不能够超过11点，哦对不错哈，就是你不能超过11:01回家。来，你听到了吗？you mustn't get home at 11:15. Do you hear? Okay.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Do you hear me? No, but can you hear me? 因为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是 ，Do you hear me 是强调对强迫对方要对你所听到的话语予以重视，明白的意思吗？所以说 ，Can you hear me? 你能听到我说话，这是一种是否，是表示一种能够，对吧？它是有差别的，我强调很多次了。像这个语气一般就是比较我们称为 force， 有一种强迫性在里面。就 Do you hear? OK， 好，那我打算去见几个朋友。I'm gonna meet my friend. Okay. 好，下面一个句子我们继续来看，叫做就是什么呢？好，我想回到家乡。I want to get back to my hometown. 如果 if I don't use, if I don't want to use, get back to.So which one should I use? 来，你用我应该用使用哪个呢？是，好像我刚没有听，没有认真听。If you don't use, get back to. What can you use? 你可以用什么 ？Return. 我想问一下老师，因为我昨天没有注意，我想问这个 return 有 to 吗？当然有了 ，return to。Okay, return to my hometown. Okay, return to a place. 回到一个地方。All right. 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句子。So,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key to success is?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key to success is? You understand? The key to success is.is to strive to meet the needs of each customer. Okay, 其实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了，大家自己去造也是可以的。你认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对吧 ？So what do you think? 你是怎么认为的，对吧 ？Okay, 那我们当时教给大家的句子是 is to be ready from the start， 对吧？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它。就准备好的意思，好，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啊。We always enjoy ourselves. 是 enjoy， 不是 enjoying， OK， 是 enjoy。Enjoy. Oi, no, oi, oi. Oi. Enjoy. Enjoy. OK, we.Often enjoy ourselves, right? Okay, 好，那这个你我能带上前门的钥匙吗？May I have the key to front door? 什么 ？To front door. 其实在英文中啊 ，Can I 的频率要比 May I 更高。所以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 Can I， 特别是你觉得没有特别的礼貌的时候，你觉得你特别需要礼貌吗？所以你说 Can I have the key， 就是这里面使用的是 have the key。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Can I carry， Can I take， 其实你要知道英文中你看 have 它给人感觉更加温和，所以 Can I take， Can I have the key to the front door， 超级简单，是不是？ OK， thank you Devon。 下面的时间我们问一下 Amy 同学。 Amy 第一个句子叫做怎么说呢？我有养宠物狗的习惯。I have the habit of keeping pet dogs. Okay, so just keeping a pet dog.你没有发现你左边是有声音的吗 ，Devil？ OK， 下面一个句子叫做"久仰大名"啊 ，Amy。
I had a bottle of milk. 听不懂，再来一次。我忘了。这个句子要记住，很常见的 I've 就是你是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就是前面是 I have， 这个 have 是不可以省略掉的，你变成 I heard 就不对了。 OK， 下面句子是我们都很久没有见面了哈，然后呢你这个没怎么变化嘛，来，你或者说你变化很大，好吧，我们改一下，你变化很大，来说一下，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好多年没有见面了，然后你变化挺大的，来。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been a long time， 往往指的不会给人感觉不会超过很多年，知道吗？你现在需要表示的是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明白吗？We have changed. 在口语中你可以说 you've changed， 但是那个 v 一定要存在，否则它实在是不对的。OK 啊、不要这个那么用力的去敲这个键啊，敲这个键来。Don't strike the keys too hard. OK， 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看。我昨天早上呢睡过头嘞。I overslept yesterday morning. Okay, good. Okay, thank you, Amy. Michelle, are you ready? 如果你没有 ready 的话，我就不问你，知道吗？大家要准备了我再问哈。啊。问吧。OK， 第一个句子叫做我就是喜欢打电子游戏，我觉得很快乐。I like play video. 什么？再来一次 again。I do like play video game. I do like. 然后呢 ？Play video game. OK， 其实这个句子可以使用 I really enjoy。其实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句型。当然你造也可以，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like 后面只能加 do 或者是 doing something， 对吧？这个使用动词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是，你可以使用 I really enjoy playing video games， playing cards。所以你要选的是 I really enjoy doing something，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就是 enjoy doing something 的这个句型。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提问吧。What makes a true friend？ 什么呢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朋友呢？以前我们教过一个词叫做患难见真情，你还记得吗？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OK， 就是 when you're in need， your true friend， your best friend will give you a helping hand， so we call him or her your best friend or true friend。 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是真正的朋友。其实就是一个好朋友，对吧？或者是我们说 a good friend is a person who can 怎么样分享快乐和悲伤，这个词组会不会 share joy and sadness. So what is a true friend? A true friend is a person who can share sadness and joy with you. OK， 好，这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哈。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听说过那个消息哈，怎么说 ？I heard of that. I heard of the news. OK， 好的，下面一个句子就是，
Okay, that's all for you. Thank you. 下面先就给 Shimlin。Shimlin 第一个句子叫做什么呢？叫做，他总是早早的就回家了，该怎么说？She always gets home so early. Okay, either so early 或者直接说 early 都可以哈。好，下面就是说啊，祝你周末愉快。Good weekend. Have a good weekend. 可以这么说哈。啊，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看哈，继续看什么呢？抽查一下哈。这什么呢？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呢，我不喜欢吃这个鸡肉。I don't like chicken.什么？再来一次。I don't like chicken. Okay, 其实前面是一个独立成分，你都没有告出来的。在英文中 ，to tell you the truth 是固定的，你不需要去修改它。So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like chicken. 我不喜欢吃鸡肉，不是这么简单吗？不需要你改变任何东西。来，吃你再来一次 ，come again。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No, 没有 I. You understand? To tell you the truth 就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它是一个独立成分，不需要改变它。Again. To tell your truth, I don't like chicken. To tell you the truth, 再来一次。To 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like chicken. Hey, chicken, chicken. All right. 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看。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钢琴家。那你的呢？ My dream is teaching. 不会讲钢琴家 ，and you? 那你知道钢琴怎么说吗 ？P 不知道什么忘了。好，叫 piano， 对 ，piano，OK，piano。所以钢琴家称之为 pianist， 跟老师再读一次 ，follow me， pianist。所以你再来一次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钢琴家。再来一次。My dream is pianist。朋友们现在知道，如果你记不住句型，将会对你的口语造成我们称之为 devastating destruction， 或者说 effect， 会有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如果你想要在零基础的时候就能够脱口而出，你只有一个办法。其实现在你也会发现，有些同学过了四六级，他依然需要从零学习去学这个语法，学这个口语。其实口语说实话很难说在短时间里面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你上个外教课，或者说你上一个什么培训班，你觉得你的口语就会很大的长进吗？其实他不会。你要想让自己能够脱口而出，你一定要掌握最基本的这些语料。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句型，那你怎么去讲你的都没法脱口而出。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你不记住句型，最终伤害的只是你自己。你即使认识单词 pianist 没有用，因为你造不出来。所以你要记住句型是 my dream is to be a， 或者 my dream is to become a。 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句型一下就说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去思考，哎，我到底该怎么去堆积这些东西。我讲我的理论你们应该都懂了是吧？所以一下啊，所以试面再来一次话，再来一次好吗？会知道怎么说吗？ to be a， 再来一次。My dream is to be a pianist, and you? A pianist 不对 ，pianist 再来一次。Pianist。对，因为 piano 是这样读的，但是他的这个人呢，读的时候是 pianist 啊，有点发音上面有很大的变化。OK， 下面时间就是说啊，说什么呢？找一个啊。这个词不能问了，因为考试卷中有，我问了之后你们不都会了吗？好，这个换一个。他经常是在晚上刮胡子，哎，你知道怎么说吗？哦，不会。好，刮胡子不知道就 shave， 所以说 he usually shaves in the evening，
对吧 ？shave 这个词一定要学习一下，对吧？刮胡子，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好，下面一个词组就是，请你发送一个 email 给我。Can you sell the email for me？ No， for me 不是不对的，以前讲了过很多次了。Can you send an email to me？ OK， 注意一下这个表述。好吧，我觉得 you're not ready， 所以回去之后好好的准备一下，再来进行测试吧。来 ，James，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叫做你还要买些什么吗 ？What do you want something? No， I can't understand. I can't get it. 我听不懂。所以因为你忘了这个句，有一个最简单的单词叫 else， 你忘，所以你就错了。What else do you want？ 在英文中 what do you want 就是表示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我们在美语中最高频的一个短句就是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你到底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对吧？一般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哎，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你到底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信息啊，获得什么东西啊。那现在我只要替换一下 what else do you want。 OK，好，现在时间我只是想要我的零钱。I just want my change. OK， 下面一个句子叫做，凡事都有两面性啊。Every cancer has two sides. Every 什么？硬币是 turner 吗 ？No, coins. Coin.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记住啊 ，sides. 好，下面一个词组呢，叫做这个这件大衣对我来说太小了。This coat is small to me. It's too small. No, it's too small for me. OK. 好，下面一个句子呢，叫做，其实世界呢一直在改变。The world is always have a change. The world always have change. No, 这个显然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个说法。好吧 ，the world is always changing. All right. OK， 下面一个句子，你需要定一个座位。I need to book a seat. You need to book a seat. OK， to reserve a seat， 注意这个表述吧。啊，下面一个就是祝你玩得开心。Be happy to. No.从来没有教过你，所以你说的都是错的。啊，祝你玩得开心都不会说了，下次你跟别人说这么一句话，谁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对吧？你觉得你自己懂了，其实你自己都不懂，别人肯定不懂。OK, that's all for you. 下面时间呢 ，Let's have new class. 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新的课文吧。这个大家看一下今天学的这个 lesson 6-7, the weekend.周末，对不对？什么叫做 weekend？ weekend 其实指的周末。周末其实你要说，跟我们相对的单词叫 the weekday。weekday 就是周一到周五，对吧 ？the weekday。但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两个，一个是 on the weekend， 一个是 in the weekend， 你可能都会见到，一个是英式，一个美式，就是他们两个呢，其实都是可以用到的，都可以用到的。这个词组本身我们就不做讲解，没什么重要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我们所说的 weekend 这个单词中的叫做休闲时间，对吧？比如说你平时都做什么呀？在你的休闲时间，我们该怎么去问这么一句话 ？Stephen， 告诉我你会不会啊？嗯 ？OK， 这个句子我给大家已经写出来了。我们说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What do you do in your leisure time？
其实在这三个句子中，后面的都表述的是同一个意思，表示的是休闲空闲时间。而第一个句子是 What do you do， 表示你做什么，所以很容易掌握。这个地方呢，我们再解析一下 free time， 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表示你很自由的时间，那就是你的休闲时间。Spare 本身的意思指的是多余的、备用的这么一个意思，以后大家在新药的时候会学到的。所以 spare time 也是表示休闲时间、空闲、空余时间。Leisure 在英式发音中读成 leisure， 啊，美音是 leisure， 啊 ，leisure time 意思指的是休闲时间。希望大家记住这几个表述哈，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你可以说 I usually do 什么什么，对吧 ？In my free time, in my spare time, in my leisure time。在书面化的语言中，大家肯定倾向的使用后面两种会比较好一些啊，也不是说口语中也是可以使用它的哈，但书面化语言你选择后面两种会更好一些。好，这个是第一个大家必须掌握的词组，下面的时间我们直接进入听力的环节。The weekend. Listen to the tape and answer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Johnsons going to do at the weekend? 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Yes, I was.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too? No, I wasn't. I was at the greengrocer's. How's Jimmy today? He's very well, thank you. 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Yes, he was. 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ow are you all keeping? Very well, thank you. We're going to spend 3 days in the country. We're going to stay at my mother's for the weekend.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in the country. Aren't you lucky? OK， 这个听得怎么样啊？觉得简单还是有难度啊？还是能听得懂呢？好，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生词，再做一次填空。这一次填的时候呢，我们语速放慢一点。Lesson 67。注意单词的读音。The weekend.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Johnsons going to do at the weekend?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Yes, I was.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too? No, I wasn't. I was at the greengrocer's. How's Jimmy today? He's very well, thank you. 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Yes, he was.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ow are you all keeping? Very well, thank you. We're going to spend 3 days in the country. We're going to stay at my mother's for the weekend.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in the country. Aren't you lucky? OK， 这些单词大家都捕捉到了吗？啊，应该语速是非常的慢的。注意，主要是捕捉这些词汇。其实大家会发现啊，新概念的课文它其实是一个体系，所以前面学过的单词它在后面中都会出现，让你达到一种非常自然的就懂的这样一种境界。但是它也会出现生词。但每一课的生词其实还是很少的，其实还是很少的。从大家思考一下自己，从第一课开始学的那几句话，到今天这一个像一个很长的对话，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跳跃？啊，你现在才学了30节课，啊，我们很快其实要过了一半了。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讲解一下这篇文章，看大家学到什么知识哈。今天我们首先呢接触到一个新的东西，大家知道是应该知道有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叫做一般过去时。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我们造的句子中经常会讲到这个过去时的这个东西。那一般过去时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一般过去时在长相上面的一个区别。大家知道在英文中我们说 I am 或者说 you are he is， 好，这是我们说最典型的动词 be 的形式。那如果我们需要使用一般过去时的时候，我们怎么变化呢？记住，英文中所有的时态变化都只是在它的 be 动词和谓语动词上面做出改变罢了，它不会动句子的其他部分，它只会动句子的谓语动词或者是系动词。
所以你像 I am 这个变成了 I was， You are 变成 were， Is 变成 was。 所以也就是说在单复数方面，所有的单数都使用 was， 所有的复数都使用 were。 这是大家目前所学到的动词 be 的变化方式，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这种变化应该是很简单的。我曾经给大家做过一个句子，我还记得吗？如果我是你该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说过 if I were you， 那个是个虚拟，但它也是使用一个过去式。好，下面我们刚才讲到了他发脾气了，对吧？ She lost her temper， 你看使用的就是一个单词 lost。 好，现在时间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变化方式的问题，大家稍等一下。 lose one's temper 在英文的这个动词中，一般情况下一个动词呢，它的这个过去式呢怎么变呢？它是很简单，只要在后面加 ed 就可以了。就说这是一般性的动词，你比如说像 like， 你比如说像单词 love， 哎，这种它就直接变。这种呢在英文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单词，也是我们目前在新概念一册啊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变化方式。但是呢还有一些单词是不规则的，你比如说大写单词 get， 那你会变成单词 got。这种是需要记忆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很多规律，你是需要记忆的。还有单词 lose 变成单词 lost， 还有跟单词像 meet 变成了 met， 哎，这种都属于不规则的。但不规则的是你遇到之后，哎， sleep slept， 都是需要去实记忆的。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动词 be 的变化方式，以及常规的变化方式，还有就是不规则变化。不规则变化是你遇到的时候记住它就可以了，就是它是需要一些实记的，好吧？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从形式上讲一般过去时。那一般过去时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记住，如果你想要真正的理解它，你应该这样去理解它。在英文中啊，大家以后还会学到一个东西叫做叫做现在完成时。一个叫现在完成时，一个叫一般过去时啊。你目前还没有学到现在完成时，但是我们平时都已经接触到了。你比如说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对吧？现对啊，有同学买过9.9块的那个语法，对吧？16个时态，其实你经常看看就懂了，对吧？其实在新概念的整个课程中，包括在新概念二册，它的时态其实都是分开的，它很少会在一讲里面讲这个去对比。实际上时态是需要有很多的对比的。像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它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简单，这两个时态它都是发生在过去，就是他们首先的动作都是发生在过去，这是你无法更改的。但是老外的他的这个语时态啊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什么呢？都是发生在过去，但是却被命名成不同的时态。你比如说一般过去时，这个动作记住它一定是发生在过去的，这个时间呢也一定是过去的，所以不管是从时间上讲还是从动作上讲，它都是过去了。同学们，这是 A 老师跟你讲的对于一般过去时的定义，你听懂了吗？它所涉及到的动作和时间其实早都结束了，就是在你说话之前那不就叫过去了吗？它在之前其实都结束了，你听懂了吗？这一点同学们听懂可以打个一给我，好不好？这是最基本的表述，就是说你要搞清楚，那就是指时间和动作都已经结束了。那需要打个二是什么意思啊？表示你不懂，什么地方不懂？好吧，你故意的哈。好，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必须理解的过去式。那怎么去翻译它，同学们？如果你真的不懂，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翻译呢？你可以在你所有的句子中啊加入一个单词叫曾经，你把它加上去之后，你就理解它是什么过去式了。或者你翻译成之前，哎，翻译成之前，刚才，哎，这种东西放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大概就理解它怎么去什么意思。你比如说这第一个句子，很多同学他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意思。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这个为什么使用一般过去时？同学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说 Are you at the butcher's? 区别在哪里？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啊，我们给大家再仔细的解析一下这两个句子到底有什么区别。 Are you 和 were you。 对，如果我现在说 Are you at the butcher's，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一个场景吗？首先我给我思考一下，这是个什么场景。
场景很重要，你一定要理解，因为时态它是在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你必须要去跟它搞清楚它是什么时候用的。其实我可以思考，你们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我说 Are you at the butcher's? 好吧，没人告诉我。对 ，Stephen 照下来非常棒。实际上就是在两个不可以对面、不可以看到的这样一种情况，一般是在电话中。在比如说，我现在打电话给 Stephen， 我说 ：“Are you at the butcher's？ 你现在在那个肉店吗？你如果在的话，给我带几斤肉啊。”这个意思你懂了吗？但如果我们说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意思指的是咱们现在已经见面了，然后说你之前是在那肉店是吧？懂了吗？同学们懂了没有？啊，思考一下，一般现在时是讲现在的状况的，啊，过去时是讲在你说话之前的那个时间那个动作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就是一般过去时，所以区别还是很大的。你真的不懂，翻译成一个曾经，有时候会翻译讲到影响的问题。我跟你讲，现在大家还没有学到现在完成时，讲到现在完成时的时候啊，同学们在背的时候，你们去背它的语法书的时候，为什么说语法书是看不懂的？我为什么 ACE 老师作为课程，就算我卖的价格可能比网上卖的价格稍微贵一些，但是还是有人买，为什么？我也没有名，没有什么机构，没有任何的背景，但是他还会有人那么多人去买它，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只是把一个大家都讲的内容，用一个比较浅显的方式把它讲清楚了，学生能够听得懂吧？在学生看来，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所以很多人去买，原因就这么简单。所以什么叫现在完成时？现在完成时它也是发生在过去，但是呢它是强调它能够告诉你现在。好，这个今天既然我们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提前给大家讲解一下啊。来，这样它可以告诉你现在。那有同学老师不对呀，那过去时能不能告诉你现在呢？记住，过去时是不能告诉你现在的。现在时啊，它不能告诉你现在。有的同学可能会考虑问题，就是说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叫另外一个词叫影响，因为在定义中它是使用影响这个字的，但很多同学不理解什么影响。有人会理解说，老师，过去的动作都应该会对现在造成影响啊，这不就是以前我们讲的什么蝴蝶效应对吧？哎，过去的事情都会对现在造成影响。好，同学们，你要记住，在英语语法的划分里面，老外他是这么理解的，虽然这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可是我给你界定一下，你这个动作呢发生在过去，但是呢只是表示这个，只强调这个动作发生的本身，也就是这个动作在过去发生了，但是不强调动作有任何的影响，它不会告诉你现在会什么样子。但另外一个呢，我给你规定一下哈，就是你呢要不仅是要发生在过去，你还要能够告诉我现在的情况，它是这样去规定的。同学们听得懂刚才讲的两个表述吗？貌似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实际上还是很容易理解，就是他把它当做一个双胞胎一样，每个人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有过去式的功能，就是他只告诉你这个动作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发生了，至于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因为这不是他时态的这个任务啊。另外一个呢，他也是发生在过去啊，也是发生在过去，但是他非要告诉你现在怎么样。好吧，我现在呢，这个只提一下，未来的话我们还会给大家举这个例子的，因为这个现在完成时啊，后面课程会遇到的。现在我只希望大家记住一点，你只需要记住的是，一般过去时只是代表这个动作在过去的某个过去的时间，它就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它发生了。至于它现在怎么样，不知道。我举个例子，我说啊、I lost。最典型的例子，好吧，或者说我们就选 I was at the butcher's，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I was at the butcher's， 这是选的是一般过去时，是不是？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吧？这个意思指的是什么？只强调在过去的那个时间，你曾经在肉店待着。至于你现在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除非我现在见到你，咱们见面了，哦，你不就在我这个地方吗？否则的话他不会告诉你他现在是什么状况，他现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 anywhere， 听懂了吗？ I was at the butcher's， 它只代表这个动作在过去发生了，至于他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强调这个现在呢？因为下一次你会学到现在完成时，他是必须要告诉你现在的啊。你比如说我现在再来举例子，我说 I have been at the butcher's， 哎呦，这个我后面省略掉了，这个地方就告诉你我过去就在，而且我现在还在，我现在就在这个 butchers， 对吧？我还在这个 butchers，
它就有它的区别，就是能告诉你现在啊，前面一个是无法告诉你现在的。好吧，这个可能讲的 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现在再给大家划掉，划了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小结，希望大家反复的能够理解一下。一般过去时就是表示这个动作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发生了，它强调的是动作本身发生了，其他不强调任何东西，只要记住这么一句话就够了，好就够了。因为你去背书的时候，它可能表示这个动作在过去发生了结束了，其实它只是强调动作本身罢了。哎，一个是曾经，一个是已经，对的啊。如果是曾经就是表示过去的事情，已经呢叫做现在完成啊。这是一个基础定义吧，下面呢我们遇到的时候再具体讲解，因为今天它其实只是一个开头，大家了解我的基本的一般过去式就可以了。好，这段时间这个 at the butchers 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对吧，这个以前我们讲过的啊，没有问题。你看他的回答 yes I was， 你不能说 yes I were， 其实啊是不对的啊，不对的。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一个虚拟的用法，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if I were you 啊，如果我是你，其实这个句子也可以替换一下，你我永远都不会是你，所以这是一种虚拟，是一种真的是假的，与现实是不符合的。我也可以假设 if I were a bird， 我如果我是个小鸟，那我就可以环游世界。 If I were a bird， 你就可以造这很多的词组，那后面的句型是固定的，大家不需要改变它。 I would do something 啊 Amy 这个就是现在完成时 啊能够告诉你现在 I would do something， 我就会去做什么什么事情，看到没有。你以这个句子是一个固定的表述方式，希望大家给我记住好吧。其他的大家看一下，没有任何的这个需要大家掌握的知识点了，只有一个一般过去式的理解啊，一般过去式的理解，一般过去式也很容易理解，对吧？那下面先我们交给 Stephen 和 Devil 开始。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Okay, 这个是吧？Yes, I were.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too? 好。单词 butchers 以前给大家讲过，当时我们还讲过一些单词，比如说像大屠杀，大家还记得大屠杀吗？你比如说那个南京大屠杀这种大型的这种屠杀，有人知道了吗？那个词还挺难写的，但是我讲过它的有个词根，对吧？它有个词根，其实我已经写不出来了，但是我会读，写不好，就说massacre， 跟 Amy 写出来就是 mass， 前面一定有个 mass， 所以是 massacre， 大家可以写一下吧，这个单词我写不出来了，你们抄一下，它肯定会有这个词根，对，是 A-C-R-E 对吧， massacre， 所以 massacre 就是表示大屠杀的意思，因为它这个有个大的意思，对吧。好，我们换个角色读一下，然后我们过去吧，没有知识点我们就迅速过去了。 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 Yes, I was.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too?OK 哈，这个单词啊，希望建议大家如果读成 was， 就读成 was， 不要读 was， 读成 was 比较好。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哈。No, I wasn't. I was at the greengrocer's. 看到没有？他那个时候在怎么样？之前是在 greengrocer's 这个地方，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就不讲了。How Jimmy 在全部是重复的。He's very well. Thank you， 全部是重复的，所以直接叫同学们读。来，我们试和 Amy 开始。Thank you, Amy. 你可以变得更加优雅一点好吗？来 ，Thank you， 再来一次，我听听。Thank you. 你是这样的 ，Thank you. 你干嘛对 you 那么强调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强调 you 是吧 ？Thank you， 就这样很简单。Thank you， 再来一次，我听听。Thank you. OK, thank you 啊，注意不要把 you， 你如果有的时候也会出现 thank you 啊，除非是 you， 那是一种强调，否则是不需要的啊，应该谢谢你，这个意思。好，这个 well 在这里呢，注意一下是表示的是 ，Amy 说一下表示的什么意思啊？表示身体健康状况。对，表示身体状况。好，这个也比较简单，来换个角色开始。No, I wasn't. I was at the Green Grocer. How's Jimmy today? He's very well, thank you. Okay, good. 好，这个句子啊，没有知识点，我们直接跳过。下面我们开始遇到一些生词了。
Was Z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这里面只有一个生词在这了。Absent， 我们先把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单词吧。啊，这个单词 absent。Absent 呢，首先呢，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前缀 A B 呢，在英文中指的是一种否定的前缀，所以 absent 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缺席的。啊，然后这个单词在英文中只有一个用法，它呢称之为就是从什么什么中缺席，叫 be absent from。你比如说他呢从这个大会中缺席了，他本来应该来的，对不对 ？But he was absent from the meeting yesterday。昨天他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 be absent from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组啊。它的反义词叫做 present， 你们每个人都认识它。咱们看这段词什么意思？叫 present， 见过吗？哎，这个比如说啊 ，I received a lot of presents on my birthday party， 或在我生日聚会上，我收到了很多的，应该是啊 ，on my birthday， 在我的生日上，我收到了很多的 present。present 就是礼物的意思，是吧 ？present， 对我当时讲过 presentation， right？ 好，那这个单词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表示在场的，在场。的，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一个用法就可以了。它的意思指的是 be present at， 对，出席的在场的。所以你看 be present at 意思指的是他出席的那个地方，就是或者是出席的什么什么东西，他当时是在场的，在那个地方。He i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now， 他现在就在出席会议，在这个会议场上的。所以这里 be present at， be absent from。P-R-E 表示在之前的意思，是吧？可以翻译成就是之前就在了，我随时在场的。Be absent 是不在的，这两个注意一下。第二个呢，大家必须了解的是他们的名词。记住，跟英文中啊，像单词 important， 他们的名词变化方式是把 T 变成 C-E， 所以你这样子看，两个单词的意思都一样的，也是 be 就是这个 absence 名词缺席 ，be presence 是名词缺在场。出席，所以是不是掌握了？所以只需要把 T 变成 C 就可以变成他们的名词。好，这段时间我们再讲讲单词 present。我们会说 at present， 意思指的是目前的意思，在目前 at present， 这个要注意一下哦，它的用法 at present 在目前的意思，好吧？我呢要给所有在场的人说一声啊，谢谢。你可以说 I'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one present here。 注意一下这个表述方式 present here。 好，这个地方直接选的是 present， 其实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置做定语，在场的每个人。所以 I'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one present here， 我要跟在场的所有人呢这个说一声谢谢。哎，同学们这个句子给我背一下。第二个呢，还有的时候会说 I want to apologize to everyone present here for my being late。好，大家看这个句子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学得到的，其实句型还是很重要的。在第一个句子中大家已经学会了最简单的句型，叫做 everyone present here， 在场的每一个人叫 everyone present here， 这个大家能够学得会吧。第二个句子我们使用一个新的内容，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 apologize to everyone here for something， 就是 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是一个重要的句型，意思指的是因为什么什么啊，去向某人道歉。同学们听懂了吗？大家看一下这个 apologize， 你们认识这个单词吗？ apologize 中间有个 log， log 的意思是指 speak， 是指说的意思。 apo 指的是反的意思，反着说就是道歉。一开始你对他是恶言相加，最后你反着说，那不就是道歉了吗？所以 apologize 是反着说道歉。 apologize 就是这个词哦，频率非常的高。Apologize to everyone present here for my being late， 后面记住是一个词组 for my being late， 或者是 for my rudeness、为我的这种粗鲁是吧 rudeness，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经常会讲到的。好，同学们，这两个句子希望大家直接背诵它，因为你早上都背掉，你们干嘛不背掉呢？你想能够脱口而出的话，你就得背掉它，是不是？掌握它。所以 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搞定它，好吧？没有问题，是不是？好，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单词，叫做 apology， 一起学习一下 apology。这个是指道歉，这是个名词，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别人给你道歉，你说，然后你说 apology accepted。就如果你这么说了，表示你接受他的这个道歉了。Apology accepted， 它是固定的，不要改变它，就是表示我接受你的道歉了。Apologize， 虽然有一首歌就是 apologize 吧，是西城唱的吗？还是后街？我给忘了，反正就是他们唱的，应该是 apologize。大家可以记住这个词吧。好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稍微拓展了两个简单的短句，希望大家记住这个词哈。我把这个句子给划掉了。好，下面我们继续看它这个后面有个时间点，记住，一般过去时往往会有一些时间，都是一些过去时间点哈，在后面。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它只能是过去的时间啊。Last week， 读的时候可以产生连读 ，tweak，tweak， last week， 其实就像大家读的单词 twin。啊，这个双胞胎一样，好吧？好，下面看一下哈，后面的这个日子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呢 ？How are you all keeping？ 其实意思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How are you？ 意思指的是大家怎么样啊？最近没有什么区别，就是 How are you？ 意思是一样的。这个地方 keep 呢，就是表示是保持的状态，你们最近保持的怎么样，或者说一直怎么样这么一个意思，其实没有很多的意思。How are you all keeping？ 你们怎么样啊？最近就这么去背。那你可以回答说，以前我们说 keeping busy， 你看这个是我们以前教过的吧 ？keeping busy， 哎，很忙，是吧 ？keeping busy， 很忙，搞定它是不是？好，这个句子呢，也希望大家呢了解一下吧。第二个单词 keep， 以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单词吗？上一课有没有讲过？说这个词，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就放在哪里，就是可以使用单词 keep。你比如说，我的钱就放在我枕头底下，你们都不知道吧？好，我跟你说 ，my money is kept， 怎么样呢？Under my pillow， 也叫 pillow 是吧 ？Pillow 就是我们的枕头的意思 ，pillow。所以 my money is kept under my pillow， 我们这个钱就放在这个 pillow 底下。注意啊 ，keep 可以表示一种存放，这个意思还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啊，这个词也大家也可以记住它，好吧？哎，我这里面使用一个被动，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动长相很奇怪，是本来是 keep， 现在变成了 kept， 啊，它的过去式都是它，好吧？好，下面时间我们直接找同学读一下吧，没有什么重要的知识点了。下面时间我们应该交给 Shimley 和 Sophia 来吧 ，Shimley Sophia 开始。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Yes, he was. 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ow are you okay? 好，注意一下 Monday 这个不是很标准。Monday 再一次。Monday。好，第二个大家要注意的是，还有个什么现象大家知道吗？还有个现象在这儿，这是一个并列，所以大家读的时候语调应该先升后降，但是你没有体现出来。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uesday。哎，这个是不是写错了啊 ？And Thursday 啊，这个写错了啊 ，And Thursday。听到了吗？听懂我意思了吗？就是先升后降。来，这样我们再让这个 Sophia 再来一次。Yes, 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嗯 ，and Thursday 就前面应该首先讲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你没有读声调，知道吗？再来一次。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对，前面应该是升，后面再来降哈，这样比较好。好。
OK， 我们换个角色，来，徐丽，我们换个角色。Was he at was he at absent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last week last week? Yes, he was. 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ow are you? Oh, Kitty. Oh, how are you? 这个不是很舒服。来 ，How are you? 这个意思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Okay, Kitty. How are you okay, Pete? 不是 how are you 是 how are you， 把这来一次。How are you？No， 不是 how are you 是 how are you。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对啊 ，How are you？ 那你以前读的都是 how are you 嘛？其实根本没有人外国人会这么读，知道吧？所以说 how are you？ 你不说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How are you？ 你不是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这是要连读的。对吧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注意一下。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后面呢，就是还有个这个地方，刚才这个苏菲亚读的是 school， 你读的实际上我听起来是 school。还有 last week 读的不是很舒服，来再来一次。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Last week. Twink. 不是 twink， 你干嘛有个鼻音出来呢 ？Last week， week 不能变化，再来一次。Was he as been 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twink? 你读的是 twink， 你知道吗？你读的是有 ink 的发音，你知道吗？它没有 n， 知道吗？就是 week。Last week. 你这个重音位就不对 ，last week。这个 last week， 这个车不要重读它。这样吧，你还是别把它读在一起了，你直接读 last week。你这样读吧，因为你读的是你 twink， 你这个重音位就是怎么会加到这个位置呢？对吧？它没有重音，所以 last week 就很轻的就可以了。From school last week， 你看我读就变舒服了。那你读成 last week， 那别人就觉得你不对，什么叫 last week 呢？对吧？讲不通啊，重音位置怎么会突然间出来一个重音呢？没有必要的吧？好，你说 last week， 再来一次。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对 ，last week. OK。好了，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里，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讲解。好，看一下这个句子，大家有没有生词哈？有一个生词就是这个生词 span， 这个词我们有没有讲过 span？ 啊，好，下面我们来稍微讲讲单词 span， 这里面使用了一个时态，又是使用了将来时的，对吧 ？span 是表示花费，记住它的主语只能是人，它的主语只能是人，你不要多说什么东西花费了，马上我们会讲到，它主语只能是人。人 spend 什么呢 ？money time on something 或者 in doing something。朋友们注意，这个句型一定要背掉。你不背掉，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当你后面使用的是 something 的时候，只能使用介词 on， 不能使用 in。当你什么时候都会使用 in 呢？只有使用动词的时候才会使用 in。这个 in 也可以省略掉。我们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看啊，我花了三天时间去这个建这个书架。来 ，Stephen 造一下这个句子，好不好？来，我花了三天的时间去建造这个书架，说吧。I spent three days on the shelf。你 on the shelf 根本讲不通，因为你现在是造这个书架呀，就你去建这个书架呀，你都没有动作了嘛。你如果说我花费了三天的时间在书架上面，这什么意思呢？根本别人不懂，你是七呀，你还是干嘛呀，对吧 ？In making bookshelf，bookshelf 也好 ，bookcase 也好，这是可数名词，但是不会单独使用的，明白吗？OK， 你要说我们那边使用过去式，那 spend 的过去式呢，应该是 spent。所以 I spent three days 怎么样 ？In 或者直接省略掉 ，making a bookcase，building a bookcase， 被搞定了吗？搞
如果你直接使用 on bookcase， 意思是不明确的，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你花费了三天时间在这个书架上面，你到底是砌这个书架，还是组装这个书架，还是干嘛干嘛，所以是你不确定了。那这我跟你讲的是造这个书架，所以一定要把造给我造出来，对吧？对啊，你对啊，所以它的意思是不明确的。所以当你需要动词的时候，一定要把动词这个体现出来啊，不是说你觉得老师，我觉得这个 on 非常简单，因为我觉得我造不出来复杂的句子。但你有没有想过，你造不出来，你就不达意，你根本就没有表达那个意思，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句子哈，大家希望大家记住。你比如说，我发在了我的这个论文上面，大概一个月，然后现在让 Devil 造出这个句子，我在我的论文上花费了整整一个月。I spend a week on my paper. 论文什么？就是 paper 就是论文。以前讲过 handing a paper， 试卷，它也可以表示论文。论文和试卷都是可数的，注意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 I spend a whole month， 记住在英文中整整一个月该怎么翻译 ？A whole day, a whole month, a whole week。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变化啊，这个一定要会表述了哈。你比如说 I spend a whole week。怎么样 ？On my paper， 哎，这把笔是出来了吗？然后呢 ，it was in working on my paper， 对吧 ？In writing my paper， 这不都用出来了吗？所以这个句型一定要学会使用了。好，这是我给大家讲的这第一个句型。那但是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物体它花了我很多时间，一个物花了我很多的这个，一般是花了我很多的这个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花钱，我们一般使用什么呢 ？Cost money。就是我使用 cost， 所以这个也解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哎，这个东西花多少钱 ？How much does it cost？ 这个是你们使用 cost。How much does it cost？ 这个词大家学过了吗？学过没有？你看我们问的是我们说 How much does it cost？ 你是这么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花钱是使用 cost， 听懂了吗？你不要，你注意一下，物体它花的钱是用 cost。所以你比如说那个。我这个手机吧 ，my cell phone， this cell phone， 这个手机哈 ，this cell phone cost me 多少呢？人民币吧，多少钱啊？人民币2000块好了。你看 ，this cell phone cost me 2000元，花了我2000块钱。这个时候你就用 cost， 记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cost 它在过去式都是它自己。过去式是他自己，就是他原型，不要改变它，是吧？如果你使用339加 s， 这个地方使用过去式 cost， 不可以 costed 我没有见过，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词，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好吗？这个词一般都使用 cost 作为它的过去式，所以注意一下这个 cost 的用法，听懂了吗？好，下面时间我们再讲解一下，英文中有一个小短语叫 it cost me。An arm and a leg. 然后这个句什么意思 ？It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这个是指它让我花了血本，因为你像发现你的一个胳膊一个腿都卖掉了，你说是不是花了很多钱？所以 it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表示的是 it's very expensive, it's very pricey, it's very dear, 非常昂贵，对不对？你这个就。直接就可以表述了，同学们看到没有，其实可以表述很多种方式。好，这是给大家讲的 cost，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个叫 take， 就是 take 一般后面加的是时间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一般它的句型是很固定的形式 it 怎么怎么样，你说 it takes me 一般使用过去式，如果需要的是使用过去式或者是将来式都可以啊。it took me带个 me 也可以。It took me 5 minutes to go to school 去上班，或者 to finish my homework 花了5分钟去做完我的家庭作业。这个就是 take 后面只能加时间，啊，就是只能加时间。好，同学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其实这个单词的过去式啊都是很奇怪的。你看 take 是用 took，cost 是他自己 ，spend 变成了 spent， 啊，是主语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人是使用 spend， 物体是 cost， 啊，代词往往是或者这个地方一般指的是一件事情花了我多长时间，一般都是使用这种句型叫
something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听清楚了吧？OK, 这个基本上讲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重点了哈。We're going to stay 什么什么 for the weekend 啊，没有什么重点。下面的时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还有单词 country 这个词讲解一下。country 这个单词大家认识的吧？就是它的意思就指肌肉，它肯定不是指国家，在这里指的是 countryside。以前给大家讲过 countryman 是吧 ？countryside 指的是在乡下的意思。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交给 Stephen Devil 开始。哎，这是一句话嘛，我们交给 Stephen 来开始。Very well, thank you. We're gonna spend 3 days in the country. We're gonna stay at my mother's for a weekend. 嗯，其实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哎，一个人后面加个 eps 表示那个人的那个家，还记得吧？我们以前讲的那个 barbers, butchers。啊，这个都讲过的 mothers 啊，这都是指那个家啊，都那个家啊，然后其他的就是没有什么重点了吧。好，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讲解这个，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生词，只有最后一个词 aren't you lucky。 记住这个句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否定的形式，但是它是一个感叹号结尾，大家看到没有，意思指的是 you are so lucky。 其实翻译的时候也不要担心你们太幸运了，因为你会发现挺奇怪的，你们觉得这个地方该怎么翻译比较好？啊，你们觉得这地方该怎么翻译比较好？真幸运，有什么幸运呢？不就去旅游嘛，有什么幸运的啊？或者说就这个周末就在那个乡下待一下嘛，有什么幸运的呢？其实我感觉，哎，你真开心啊，真，哎，你们可真爽，对吧？哎，真爽，就是这样的。你其实翻译成幸运，其实感觉很奇怪，对吧 ？You're so lucky。Aren't you lucky? 大家也可以下一次用的时候说一下，当你很羡慕别人的时候，你说 Aren't you lucky?、你们过得太爽了，对吧？你们也太幸福了，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 Aren't you lucky? How are you all keeping? 这两个句子应该直接背掉，直接背掉，对吧？ Aren't you lucky? 当然你也可以说 Have a good weekend。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使用之前教的最后的句型 Have a nice 或是 good 怎么样 weekend 也可以搞定它，这个你们都学过了，我就不讲了，对吧？哎，好，这个 lucky 我想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不幸的事该怎么说。同学们啊，不幸的事是一个副词，有人会说吗？其实在英文中 lucky 是形容词啊，不幸是 unlucky， 它也是形容词，不幸的。所以在英文中 unluckily 是不幸的事，翻译的时候要这样写，不幸的是怎么怎么样，记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相当于一种状语了，看到没有，不幸的是，然后后面写一个内容，懂了吗？这就是副词，副词记住是 unlucky， 把 y 变成 i 加 ly。 如果你使用 luckily 就是幸运的是，你只需要把 un 去掉。在英文中呢，这个单词呢有两个同义词给大家一起讲掉，叫 fortune， 好像我讲过，哎，当时讲过算命先生吧 ，fortunately， 然后呢，否定的是 unfortunately， 会吗 ？fortunately，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单词 fortune， 它本身是长这个模样，它的意思指的是财富和运气的意思，就等于相当于，但如果表示运气的时候，它等于 luck 啊，很像的 fortune。以前我讲过 fortune teller， 有人记得吗 ？fortune teller， 哎 ，mishap。哎 ，fortune teller 大家记得了吗？什么叫 fortune teller？ OK， do you believe in God？ Do you believe fate？ 你相信命运吗？ OK， 如果你想去知道自己的命运， if you want to know your fate， sometimes you will refer to or you will resort to a person called fortune teller。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算命先生，哎，就是 fortune teller。 所以你知道 fortune 可以表示运气，可以表示财富的意思，注意一下。好，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叫为了让大家具有财富的意思，我们记住 make a fortune， 发大财，赚发了叫 make a fortune， 听清楚了吧？发财，这就是发财的表达方式。还有上次我们教给大家的叫 strike it rich， 表示是一夜暴富，哎， make a fortune， 发大财，是吧？发财就 make a fortune， 很容易掌握，就是
好，这几个短语很重要，在口语中频率非常见。Unfortunately, he didn't show up. 他没有出现，对吧 ？He didn't show up. 学会了是不是？好，然后 he is a lucky man. 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对吧？然后我们也讲过什么啊 ？A lucky dog. 一个幸运儿，对吧？是一个 lucky 啊，注意一下。好了，这个句子我们交给这个 Devil 来。Okay, Friday.Wednesday and Sunday in the country. Unlucky. 好，大家看还有什么疑问吗，同学们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in the country， 就是后面一个使用一个降调啊，你们真的很爽，是吧 ？Okay, lucky dog， 一定要加一个 y， 因为是一个形容词，对吧？你不加是不对的，好吧？好，下面时间我们来，这个内容其实很简单，下面时间我们做个听力。Lesson 67, the weekend.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Johnsons going to do at the weekend? 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Yes, I was.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too? No, I wasn't. I was at the greengrocer's. How's Jimmy today? He's very well, thank you. 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Yes, he was. 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ow are you all keeping? Very well, thank you. We're going to spend 3 days in the country. We're going to stay at my mother's for the weekend.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in the country. Aren't you lucky? 觉得应该听起来没有难度啊，我们再加两倍速的。Lesson 67, the weekend.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Johnsons going to do at the weekend? 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Yes, I was.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too? No, I wasn't. I was at the greengrocer's. How's Jimmy today? He's very well, thank you. 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Yes, he was. 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ow are you all keeping? Very well, thank you. We're going to spend 3 days in the country. We're going to stay at my mother's for the weekend.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in the country. Aren't you lucky?OK，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下面一个2.5的。Lesson 67, the weekend. Listen to the tape and answer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Johnsons going to do at the weekend? Hello,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Yes, I was. Were you at the butcher's too? No, I wasn't. I was at the greengrocer's. How's Jimmy today? He's very well, thank you. Was he absent from school last week? Yes, he was. He was absent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ow are you all keeping? Very well, thank you. We're going to spend 3 days in the country. We're going to stay at my mother's for the weekend.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in the country. Aren't you lucky?好吧，我觉得你们听起来应该是没有难度的，对吧？因为大部分单词其实我们都学过了，注意一下我们讲的一些单词的用法，对吧？这一课你就直接搞定它了。我们来看一下偶数课它到底呈现的是什么东西吧。其实偶数课你看这些，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单词给大家讲解一下，大家看一下单词有没有不认识的。这个单词认识吗？ Church， 你可以说 I was in the church， I was in the church 怎么样？ On Wednesday April 4th，记住，在具体的某一天一定要使用 on。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在具体的某一天一定要使用 on。 如果你说是五月份我在这个一般情况不会说五月份我在这个教堂，那如果是五月份就是 in April。 但是只要有具体的某一天，假如说没有这个 Wednesday， 你也要说 I was at the church on April 4th。 能听懂了吗？因为第四天四号它也是具体的某一天，不管是有没有 Wednesday。 第二呢，注意一下英文中的呈现方式呢，它是先用小的后用大的，所以你看是 Thursday 放前面，然后 May 5th。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第几号的这样一个称呼，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序数词。你比如说这个单词很多人都不会读，五它是第五，它是这么写的 fifth 它是这么样子的，所以你读的时候注意是 fifth， 注意咬舌音哦，要注意咬舌音哦，好吧。然后这个 second first 大家都知道了，然后 third 这是非常特殊的必须背诵，知道这个单词背着会不容易，不是很容易读。你看它应该是这么写的 sick 啊，再看一下，然后后面有一个是s 加一个咬舌音，记住像这种发音的你往往是读不出来的，所以你要记住的是这个 s和这个东西啊可以失去一个，所以你可以读 six， 这个音给它省略掉，因为你读 six 读不出来。这个以前我跟大家讲过 month 那个发音一样的，注意一下啊。
好，像这个 seventh 不讲了， eighth 这个单词很容易读错，因为 eight 加 th 之后，很多同学会读的 eighth 是不对的，这是 eighth， 它的音标是固定的，它这个 t 跟后面直接组合，直接读咬舌音，直接读咬舌音就可以了。eighth 听清楚了啊，我给你点一下。ninth 不讲了，没有什么要讲的。然后 tenth 没有特殊变化了。下面看一下这些地点，大家有没有不认识的？来，这个单词 bakers 还有同学忘掉了吗？应该都记住了吧？Bakers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Bakers 就是面包店的意思，对的啊。Dairy 这个词还记得吗 ？Dairy 有的同学说啊 ，Vampire Diaries， 反正是表示那个是日记的意思，这里面是 Dairy， 注意一下它的读音都不一样呢，它读的是 Dairy，OK，、okay? 不是 Diary。你以前读的 Keep a Diary， 大家看一下，写日记。Keep a diary， 它是这么写的，它长相都不一样。Keep a diary， 看到没有？是这么写的，好吧？一个是 dairy， 一个是 diary， 发音都有很大的差别。这是我们的奶制品店，人卖这种奶制品的都叫做 dairy， OK？ 好 ，grocers 不讲了 ，green grocers 大家知道了。好吧，其实整体上讲呢，还是这个这些单词都学过了。这里面其实给大家一个。就是如果你使用一般过去时呢，很多时候呢都会强调一个过去的时间点，就是到底这个动作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只要有一个过去的时间点呢，你要注意这个动作的时态就会回到过去，就会回到过去。我们目前呢只学过一般现在时、一般将来时、一般过去时，真正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前面好像也涉及到了现代完成时吧，也涉及到了一点点。后面我们再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下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会把它大家再做一个对比的呈现，大家看一下这些时代的区别，好吧？后面的话再扯一点东西吧。因为我们的课程呢大概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对吧？我们很快到72课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已经学到了一半的课程了，那也是时候给自己做出一个小结了。如果你想学好英文，除了对自己狠，除了你选对了老师入对了门这个前提之外，后面的要做的事情就对自己狠。如果你对自己不狠，你想让自己舒服，我告诉你随时都可以做到。只要你现在停止学习英文，你就可以做到让自己很舒服。但是我要讲，因为你要想学好英文就要对自己狠，你都坚持了一半，那为什么不坚持到最后呢？因为你已经坚持了一半。李老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就是我想辍学。我曾经想过再往前面退一步，就是我想休学，能不能休学一下，然后再去学。但是我最后啊，终于坚持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后想了一半，我都上了两年了，我为什么不能坚持最后一年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却要去 give up？ 值得吗？对吧 ？Is it worth？ 值得这样做吗？所以不值得。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坚持到最后，这个很重要，对吧？成功往往都是给那些要坚持到最后的人。所以英文中有一句话呢，教给大家哈，也教给大家，叫做大家猜出来的意思都能看得出来。He who laughs best， 或者是 longest， 这是一句谚语。什么意思呢？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对吧？这什么意思呢？看谁到底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就是说看谁会这个真正的会取得胜利的意思。所以笑到最后啊，谁笑最后，谁笑得最好，好，大家坚持才能够看到胜利。If you want to see the victory， 你要想见到胜利，对吧 ？You have to stick to the end。好，给大家写一下 ，stick to the end， 意思指的是坚持到底的意思 ，and。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不要，永远都不要选择放弃。好吧，那这个我们还有就是所有学习视频的同学呢，你们呢也是一样的啊，要给自己一个鞭策，不要说啊没有这个老师指导你，然后你其实自己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个计划啊。然后我们下课的时候马上去做一个 Sophia 的一个测试，然后其他所有同学如果需要测试，可以找已经被测试过的同学。好吧，然后记住 when you're ready，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就去进行测试，因为时间马上就过得越来越久了，你们都过了一半了，
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去弄它，好吧？大家都是成年人，其实我没有必要再像学校老师跟孩子们那样讲的嘛，你们都懂，哎，就是所以要自己准备好，啊，要准备好。好吧，那这个后面还要跟大家讲解一下吧，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学到了中间啊。Ace 老师呢，大概最近会有一个免费的公开课，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过来上课，时间是每周三。每周三的上课的地点呢，目前是放在腾讯课堂，到时候我会在群里面给你们发个链接，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过来听课。内容呢是属于零基础的口语速成课，从最简单的开始，你们现在的水平是完全可以上那个课程。它的难度呢，相比较而言，暂时比这个走遍美国呢稍微简单一些，所以，它是属于新概念一课加上这个流利美国口语，然后加上新一，它是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在里面的。这个课程呢，暂时是免费的，但是我录成的视频呢是收费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它啊，需要抓住直播课，抓住直播课。反正我的微信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是通过微信，微信呢 ，A 老师的微信是大家搜索一下好吧，关键就是公众订阅号是 ACE 老师，一定要加上老师两个字。这样的话我每一次的广告你都会收到，好吧？一般在网上上课都是上口语课比较多，因为学生对那些其他的东西他不是太感兴趣，你比如说上语法他可能不感兴趣，你上单词记忆，你说让他教自己学吧，他也挺困难，所以最终的话就是最终的话主要是在做口语的这方面的内容，好吧？当然我们当时课程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啊，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好吧，不管是你参加的这个在线课还是这个视频课哈，都欢迎大家去参加 Ace 老师的公开课。公开课的获取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关注 Ace 老师的公众微信啊，因为其他的方式是不好通知你的，只有这一个比较通知。好，那我的视频录制先到这里结束了啊，后面再扯。